一直以来，在关于印度军队的各种图片中，我们总会发现那么几位画风不一样的三哥。这些军人蓄着大胡子，不戴头盔或是军帽，而是在头上包裹着样式奇怪的头巾，军徽也是直接别在头巾上的，在队列中很是醒目。这些士兵为什么不戴军帽和头盔，而是一定要在头上缠头巾呢？如果这是印度的什么习俗？ 那么为什么其他人没有这样做呢？其实，这些戴着头巾的三哥确实不是普通三哥，而是锡克人。锡克人起源自印度北部的旁遮普地区。根据锡克教的传统，男性终身不得剪发、剃胡须，也不允许戴帽子，而是必须每日缠上特殊的头巾。而锡克人崇尚团结友爱、人人平等，反对迷信、饮酒和滥用药物。 并且具有尚武的传统，作战勇猛，简直是天生的优秀兵员。尽管锡克教徒只占了印度人口的很少一部分，但早在殖民地时期，锡克教徒就在印度军队中占了不小的比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大批的锡克士兵参加了英军，远赴欧洲、北非战场作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印度独立的斗争中， 锡克人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尽管如此，早在英国殖民时期，英军的殖民者就发现，无论怎么对这些锡克人战士解释头盔的重要性，他们也不愿意摘下头巾，戴上军帽和头盔。最终，殖民者们放弃了这一想法，决定允许这些士兵不戴军帽。 只戴头巾服役，就这样，这一传统被锡克士兵沿用了下来，直到印度独立后，锡克士兵仍然有不戴军帽和头盔的特权。而在二零一八年，甚至有一名英军锡克士兵打破了皇家卫队的传统，不需要佩戴熊皮帽子，而是戴着头巾服役。这一举动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不符合传统。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支持。不过，平时穿着头巾问题虽然不大，但战斗中就是另一回事了。头盔毕竟是现代战争中重要的单兵防护装备，能够有效防御枪弹和弹片。锡克战士的头巾再大再厚，也还是挡不住子弹或是弹片的直击。因此，印度军队对这些头巾战士也一直是非常头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印度最终决定专门为锡克人士兵设计一种能够套在头巾外面的头盔。Potka 头盔是印度军队专门为锡克士兵开发的一种特殊头盔，和传统的头盔完全不同。Potka 头盔更像是一个盖子或者圆筒，由一圈凯夫拉防弹材料构成。头盔里面也没有减震的悬挂系统，而是用缓冲材料代替。由于 Potka 头盔的空间比较大。 因此，即使缠了头巾的锡克士兵也能戴上这种头盔，尽管防护能力不如专用的防弹头盔，但帕塔头盔的防护能力也相当不错，据称可以在25米距离上阻挡 AK-47 子弹的直接射击。头盔顶部的防护较为薄弱，但也可以阻挡9毫米手枪子弹的射击。当然，由于帕塔头盔重量轻巧，佩戴舒适，不仅是锡克士兵。 其他很多印度士兵也非常喜欢这种特殊的头盔，而不是印度陆军的制式凯夫拉头盔。在印度的一线作战部队中，Potka 头盔的使用者相当之多。其实，在其他国家的军队中，锡克士兵的头巾也始终是个麻烦。例如，美军禁止士兵蓄胡须的规定，就极大影响了锡克人的参军热情。但美军表示。 禁止蓄胡须是为了确保士兵能够佩戴防毒面具。不过近年来，美军也放宽了相关的要求，允许锡克士兵戴着头巾和蓄胡须服役。不过，相比印度军队中锡克战士的头盔，美军锡克士兵的头巾明显小了一圈。这是因为美军要求这些士兵的头巾必须能够戴得上美军的制式头盔和防毒面具。目前。 印度军队正在测试下一代的防弹头盔，预计将会换装印军1974年服役至今的制式凯夫拉头盔。不过，新型头盔并不能戴在头巾外，因此可以估计，短时间内这些锡克族三哥仍然会戴着头巾和 p 塔 t a 头盔继续服役。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